小伙伴们大家好，现在我和狗当还有戴夫被大量的僵尸围困在了房间里，我们能否利用手中的武器突破重围逃离出去？小伙伴们可在评论弹幕区打声加油，为我们助力。妹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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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十只兽 boss 准备到达战场，还有40多秒。哦，外面不仅有那个特殊的僵尸，还有人形僵尸。是呀，还有一些拿着枪的，小心点。对呀，盾牌菜刀僵尸，房顶还有，这里还有炸弹尸人，他们好像会掉什么东西，应该是道具。捡一下阳光果，我去捡一下阳光果，应该是可以合成什么东西的。哎，等等，点击方块解锁强化豌豆。哦，我把强化豌豆释放出来了。我这边释放了一个魔音甜菜。 Nice， boss 来了，小心一点， boss 朝我直冲冲的冲过来了，快走，注意躲避。在哪呢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你小心点。这强化豌豆为什么不动啊？你要把它拉出来吧，可能它就动了。完了完了，我又被 boss 打中了。先不管他们，先把、啊、先把 boss 激活，解决了。解决了吗？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快点，哥哥，我来了，干掉了。哥哥，你的伤害真高。去楼上看看，哦，这边又有植物，悟空豌豆。还给了个福袋，可以开出什么武器？小心点，这边还有，这里有怪物手子，我这上面有个传送门。小心点，不要被他打到了。唐僧向日葵，点击解锁，然后这边杀生坚果。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菜问，好像我继续往前走。哦，不是，是连发豌豆解锁了，它这里有个箱子，获得了一个翅膀。这边有楼上仙人掌解锁了，那边还有，就有那个什么炸弹诗人那个楼顶。我们是要营救所有的那个植物。炸弹诗人他死之后会爆炸的。嗯，小心点，你后面跟着两个僵尸。我的天，玉米加农炮 Nice。 我的天，厉害。箱子面，又有个福袋，获得了普通的冲锋枪。地上掉落的阳光果要捡起来。哇，这个炸弹诗人机枪狂暴 boss 出现了，在这在这在这，赶紧集火干掉他。干掉了，快把那个随机宝箱捡起来。这边有玉米加农炮守着，应该没什么关系。我到旁边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呢。哎，你们俩在干什么呢？仙人掌盾牌菜刀诗人，还剩200个，咱们还得击杀200个僵尸。好的。哦，妹妹，我解锁了那个玉米加农炮召唤器，还有那个悟空豌豆。小心眼，我的天，这边一大群的那个僵尸。这也太多了吧。是呢。玉米加农炮，悟空豌豆。我飞会打到自己人。
是玉米加农炮。我直接站在这个位置召唤，再把他们挤下去。快点！哦，胜利了吗？胜利了 ，nice。